证便利，独特又时尚的产品设计受到了非常多的妈妈们喜爱哦。同时这台婴儿推车也是此次公益拍卖活动的主角之一。那我们现在让他们就是在舞台中间，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镜头好不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右前方。好，那我们看一下左前方的镜头。好，那我们摄影大哥还有哪里要捕捉画面吗？中间再来哦。好，今天Jenny的是身穿带着浓浓跨式风情的洋装，推着我们婴儿推车来到了我们活动会场哦。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摄影大哥朋友们都已经有捕捉到画面了吗？Angel Baby 的这展览，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真的会受不了，我也想要过去逛一逛，因为我觉得好多实用的东西，很想要赶快下去逛一逛嘛，对不对？其实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 Jennifer 来担任嘉宾哦，而且今天 Jennifer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担任公益拍卖官哦。而刚刚我们所推出来的这台 Baby Ben YoYo Plus 婴儿手推车，也将是作为今天的拍卖品。所得的话呢，都将捐给我们的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帮助听损儿走进有声世界。是啊，我觉得非常棒，而且其实我特别会选这一台，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常常飞来飞去的人，或者是就是想要轻便然后方便 ，very convenient 的话，我真的是可以推荐这一台。尤其是它可以直接当成那个飞机上，就是直接放在上面 carry on。所以常常旅游或者是就是真的是很忙，然后只是想要方便的话，这一台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公益的活动其实非常非常的赞，因为其实我是幸福的，我的小孩目前是健康的，然后快乐的小孩，然后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是会希望他的小孩是有最好的，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其实的确是会比较需要一些帮忙或者是一些协助，然后这个公益活动其实就是在帮助这些也许是家里比较有需要帮忙的听觉，或者是在教一些关于听的部分的小朋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呢，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呢，在展览的第四天，就是4月7号礼拜天下午4点，也将举行我们拍卖活动哦，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做爱心。提醒大家了，4月7号礼拜天下午4点将举办我们的拍卖活动，也欢迎大家踊跃来竞标做爱心。那我们今天看看右前方，来中间。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右前方。好，再一个。看看左前方的镜头，我们当侧边角都想变再高，来一个活泼一点的，可以吗？我们的大哥摄影大哥们有没有来右前方这边？好，最后一个，好，我们最后一张。基本的，比如说尿布啊，或者是那个湿纸巾奶瓶，他现在目前还有在喝奶，所以这三样东西一定要。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坐飞机或者坐车子或者去餐厅，他也需要一些玩具。然后我们现在发现，其实目前最喜欢的玩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他喜欢纸箱，纸箱对，然后保特瓶，保特瓶真的是随手可得，保特瓶超好用的，里面就放一些石头或者放一些沙子，然后就。在那玩，然后就可以一次玩很久。对，就可以玩很久。然后里面放水，其实它也是，然后或者是弄一个洞在那个保特瓶的盖子里面，它就在那边挤啊，然后就玩啊，然后到处都是水啊，但是最少是水，不是其他的有牛奶或者是有 juice 或者什么的啊。然后还有贴纸，他很喜欢贴纸，就 sticker， 所以他就会拿起来，然后就乱贴 George 的脸啊，
是轮子 wheels， 它只要有任何的 wheels 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带它去公园，是它不管这个是谁的推车，它就把它推走，然后就常常你要追着它跑，因为它只要真的只要有东西，比如说我们去机场，只要有人拖着那个行李箱，它就把它推走。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那看一秒钟，就是哎。一个怎么跑到那里，然后是把那个别人的行李箱推走，所以只要有 wheels， 只要有轮胎，他就真的是很喜欢。哇，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就是哄了一个小朋友的感觉哦。那其实呢，我相信这些就是育儿的用品啊，在每一位的妈妈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为人母超强妈妈的都有一个套属于自己的育婴百宝袋。那这次呢，我们展览汇集的就是超过就是20个世界顶级的品牌哦，像是有欧美啊、日韩啊等等的，带来的是众多充满时尚潮流、设计高 CV 值的育儿神器哦。那让我们的新手爸妈们可以生活更加的 easy， 更加的方便。那其实 Jennifer 觉得我们今天的展览这样看起来感觉如何呢？我觉得非常棒。我觉得安琪儿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帮爸爸妈妈已经过滤过了，然后也帮我们去就是挑选就是最顶级最安全，然后我们在挑东西的时候你就很知道其实这些东西的设计还有就是所有的他们的这个品牌都是以妈妈爸爸想要挑最好的品牌还有品质的东西给小孩，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在这边逛或是我们在挑选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东西是安全的，我们很放心。